怡，对，欢迎收看才知道，没错，今天来宾是铁牛 ，Hello， 哎，大家好。怎样？今天这个风雨现在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大了，外面吹起来了，吹起来，还可以啊。刚开过来说还好，我刚开过来想说应该还好，然后停好车下车，我要去超市，我要去超市，我不行，我早上一点，早上已经先买好了。我没买，早上就先买好菜了。我早上大意了，我早上只是去 Seven 买个中午可以吃的就好。嗯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都亮的，对啊，都亮的，搞什么？啊、早上还出太阳嘞、欸。对啊。对。后来我因为我那个身体不舒服，我在家一直休息，我就躺在客厅睡觉，然后开个小窗，也没开冷气这样子，因为感觉现在家里已经淹水，还蛮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然后来风吹醒，哎呀。风大，风大，风突然大起来了。刚刚开过来那个中正桥，你们看那个新店溪快满出来了。哦、我第一次看到嘛，看到这么满的水位啊，水位蛮高的，就是已经快跟路、啊、快到路的，应该还没有淹到那个，可是那边的草就已经，哎、欸，我看不到底，全部都是树在水上，哦、像有点像亚马逊的那个圣诞丛林。泡水了，泡水了，小心啊，各位小心啊，防台啊。对，防台啊。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节目遇到台风，而且上次也是你。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吗？魔动王风王来了，居然是风动王，风动王来了，风牛的称号上学就有了，还在密说，哎、欸，那明天还会有吗？这只台风好像又是我哎、欸，对，又是我哎、欸，对，风牛的称号，风牛的称号，是的，来跟我讲，我把它移走，说移就移。你有看到网上面有人 po 文吗？有张图是不是？我是山陀儿，我其实没有不离开台湾，但我被困在垦丁埋炉。还差120元，不知道，就是他在犹豫，我到底要这边登录，有点贵。没有，他是被垦丁的卤味摊被卡住了。我现在还差120元才能结账，超白痴的，要选择在入点啊。哎，感觉这个风雨感觉更晚会很严重，应该会。我觉得明天搞不好还是会放。那新闻也有说，礼拜四应该会是风雨最剧烈，所以大家还是要。小心！哎、欸，这样子就是放到两到、哦、已经两天了。嗯，对，会不会明天放到2025八点会公布嘛？一路放到一路吹，三伯在那边待到十二月吗？那要不要就给他钱？哦、就给他钱。八点要公布明天有没有啊？那大家这个啊，他们说放嘞，放了，已经宣布了。哇，有些地方啊，台北嘞。台北还没，晚上10点吗？或9点？有那个，你好，我是山头，我没有不来台湾，我现在在垦丁大街买卤味，1200元，真的离开摊位，现在放过我，承诺你连放5天，而且不造成灾情，谢谢。很有趣啊，哎、选择登陆点。不过我们那边嘻嘻哈，哎、欸，南部的地方真的很严重哎，风很大，我看到超扯的、欸。高雄的前天就开始风雨了。对啊，哦、而且他们一直都笼罩在那个狂风暴雨里面，就没真的就是被卤味摊困住了，真的、欸。那怎么办？好吧，现在就是。哦，有人说有公布了，有公布了，放啦，有公布了。哦、oh, no, ，所以大家就是在家里就是。不要乱跑了哈，对、啊，除非有节目要叫你来上，不然不要出门。对，有没有？我今天出门前还想说，我出门前要刮胡子嘛，我想说，还是我不要刮胡子啊。然后那个找当年的那个帽子，今天就来复刻一下当年十年前的那个。风台云就找不到了，找不到帽子啊！算了，那胡子刮一刮吧。哎呀，可惜。暌违十年再来一个风台云搭配房家。暌违十年，大家都老了。哎，蛮久，哎呀，十年了吗？我们节目也十年啦，那个应该是刚开播的时候吧？好像差不多七哎。10年又两个月了。2014年7月，真的十年了、喔。十年呢、欸，7月。而且我记得那集是不是还有观众送礼物来给我？哦，那个时候是观众会送礼物的，观众会送一箱一箱来的。哇！然后里面还有两包烟。我们还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不错、啊，不能拿出来。NDS 的卡夹，NDS。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想起来，是、哦、你们都还不在。他在，哇塞，又是学长在 N64 卡夹，暌违十年哦，又来哦，哎、欸，不过那次是真的风雨很大，那次是真的蛮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骑车，哇，真的是，你还记得是哪个台风吗？不记得了，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人权，所以、嗯、对，好像是我叫你来，我今天有开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啊，原来。是可以争取一下的吗？他那时候风雨真的大，然后是骑车来的哦，
那个我记得我是穿夹脚拖鞋来的。嗯，哦，有哎、欸，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有在吵说，哎、欸，我是住在新北市，可是台北市宣布放，那我要去嘛。就是对那个时候会这样，哦、所以现在才会联动嘛，现在是联动放，现在才会有一区联动放。如果住的地方有放，那工作地方没放，我要去嘛，这样子。说的危险啊，危险。不过现在、欸、这些都是一些历史，都是历史，小朋友们不知道，以前是有台北新北分开放的哦，我们叫做台北县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OK。好，这个我上周六有去看那个 F1， 对，在台中，哇，很爽，哎、欸，很酷哎。其实我离 F1 最近的一次是那时候我去新加坡，嗯，同行的人刚好那个是 F1 的时间，嗯，本来那个也就想去看，后来觉得哎呀很花钱，算了、嗯，我就算了，因为我本身没有玩那么有爱，没有追 F1， 完全不懂 F1 任何事情。我是蛮喜欢车子的，但是 F1 这种。东西我就没有研究，很高贵啊，嗯，距离我们很远，不像我们一般去接触到的。对，它就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东西这样子，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对 F1 比较没有去追，因为我觉得你追，比如说你追 NBA 好了，你至少还可以去新生桥下打个篮球，对，可是追 F1 对我来说，那个东西好像离我真的可以去南港开卡丁车啊，我们又差点有点多，我们差点有点多，差点有点多，差有点多，开卡丁车，差有点多，差有点多。反正我就想说，但是这次在台中啊，红牛也有邀请嘛，我想说啊，那要去啊，机会难得，然后就去，他们就封哦，真的其实封很长，而且那路很大哎、欸，也该什么市府路啊还是什么，也该了，那路很大哎、欸，然后超级长，就是你其实是看不太到，我在中间是看不太到两边这样子尾巴，然后他们就是在里面，他封了一个，等于说其实就是那条路封起来，所以就是直线过去，然后可能就然后转弯，它不是全程都很快，它有快有慢，但是人家就是会。你就可以听到他就是踩下去，我自己感觉他没有办法全力啦，因为，哎 ，F1 的声音 ，F1 的声音啊，对，有点像 F1， 因为 F1 那种车一定要撞风啊，就是像我们那种防晒摩托车一样，那样子的话，他很快可能就不行。那如果真的全力的话，他应该很快就过热了。哦，但是这样飙的时候，他还发给我们大家耳塞，我想说，哎，不行啊，我一定要。亲耳听看呐、啊，然后就在我前面就很近，大概十公尺，哎、欸，我就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可能会造成我听力永久受损的事情呢？不要开玩笑了，你还是戴了，然后戴上去，你让他戴上去哦，真的很大声哎、欸，真的很大声哎、欸，可是那个真的很震撼，而且在看到 F1 在台湾的路上，那个路台湾的路嘛，有安全岛啊，有树啊，有进行机车在地上啊，他这样开过去，那种感觉很奇妙哎、欸。就是感觉哎，很新鲜、欸，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画面。对对，不应该在这个画面很违和感，很违和。可是就真的，我觉得很酷、啊。嗯，我觉得体验真的蛮好的，很棒。对，我没时间去，当然会希望说，不一定要 F1 啦。可是如果有这种风街的赛车的这种赛事，如果可以真的在台湾本岛的。任何一个城市这样子办，我都觉得是很酷的事情。那像以前我们在玩游戏，不是都有地方封街，然后我们就要开那些路这样子。對對對對對，因为本来像 F1 也会有都市的赛道，对 对，新加坡那些的。所以，然后我觉得 F1 可能哦，真的很贵或很怎么样干嘛？可是如果有其他的那种封街的赛车，如果可以真正在台湾跑的话，我就觉得很酷。而且我觉得大家会有意愿去看，因为一定会，因为台湾不会很大，你去哪边其实真的不会很久，一下就到，一定会。对啊，真的充满商机。自从说我要宣布那个地方变赛道的时候，那边的店家全部都飞起来，卤味全部变1200，鸡排也要涨，你要把玉米省。我是车手 Yuki， 我没有不开 F1 那种被困在卤味店。你不开，对对，那个，我被困在水果街。对啊，对啊，水果街嘛。而且我坐在那边，这个玉米笋夹一个，那个一个10块，三个30，4个22000，要不要？乱算一通，乱算一通。对啊，我觉得就很不错，那个蛮。我觉得他好像门票好像500块吧，还是怎样、啊、真的、啊，对，这么便宜哦，一定有一瓶 Rebel 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被邀请我坐在那边，可他们说进场是500块，可是有些人就会说位置不太好啦，嗯、就可能就在人比较挤的地方，然后在后面可能就看不太到，其实看不太到。我在以前玩 game 的时候也是 Rebel 找我们去日本的 F1 那边一次。哦，那时候我们是坐在赛车台上，哦、超晒哇！我们在那边大概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就一直晒，然后晒到对，
然后好，我们等下一圈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像我看到那个在上面就很多人在骂，就比如说什么、什么什么哦，盘子什么干嘛？那个在台中看要付钱，要买票进去什么干嘛？那车就过去一下，就这样绕两圈。一下就没了，怎么干嘛？我跟你讲，真正的 F1 其实也是这样子，对，对，就这样演过去就，然后我就演过去，你就也没了，就等他再演过来啊，不然那怎样？因为大家都是跟赛车游戏一样在鸟瞰，后来有些人去看赛车，有的是看他们如何，就是有的时候赛车会有一些意外，而且很容易有意外，就是很可怕，车子打滑飞出去，然后起火马上去救。有人喜欢看那个，我就最接近 F1 的一次就是前阵子在看那个《飙速求生》啊，那个纪录片，那个也是。配饭看的，就不知不觉就觉得哇，真的是一个极限运动，极限运动真的很 hardcore， 对团队跟车手来说都是极限运动，对商业来说也是极限运动。其实 F1 是一个很可怕，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就是很恐怖的世界，很恐怖啊，好恐怖哎，好危险。财团，然后还有这个机械的这种技术力的那种精英聚在一起，然后大家说顶尖打造出来的东西，然后车手也会有。能力问题、合约问题、beef 什么的，对，就真的很毛很多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去看那个暴雪魏全龙的主题日，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巨蛋里面看比赛。我还没进去，感觉超好哎，真的超大。当然我应该说都很大了，真的是棒球的那种，其实都可以到这么大。然后超凉快，就里面。不闷啊，很凉快啊，然后就透风的那种凉，透风就吹冷气，就吹冷气凉，冷气很强，不是冷气还很新，冷气很强，对啊，然后整个看球场都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好哎，我去看棒球，趁它还在很新的时候赶快去，我目前还没踏进大巨蛋，我也没有踏进大巨蛋，周围的餐厅已经吃了三间了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哎，就进去看，我觉得蛮开心，因为我以前只有在国外的时候看棒球，回台湾我没有看过棒球，天棒那边就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天母没有，新庄没有，我都知道那边有，但我都没有去。去桃园我也没去。其实我都住在过离棒球场很近的地方。对，我住我桃园就中壢区那个棒球场也很近嘛。新庄中壢有棒球场啊？在桃园吧？看他好像真的不知道。有新埔那种地方啊，我不知道，比较远一点，比较远一点。然后新庄也有棒球场，我天母也有棒球场，走路都去看过。对啊，然后但是我都没有进去看。那这次大巨蛋是。也是邀请嘛，有邀请我才有动力出门。对而且这个有冷气。对啊，没有我就想去看看，因为我没有去看过，然后就哇，那个大巨蛋体验蛮好的，然后看比赛蛮不错。然后因为这次是暴雪邀请嘛，然后他们是魏全龙的，然后魏全龙主场就是在那边，所以什么啦啦队啊，什么干嘛的都是比较有话题的嘛。比如说那个谁，那李多慧，李多慧，对，然后那个。反正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些啦，他们都在下面，但我就看不太到，蛮远的。然后他们那个打击什么三振干嘛？如果是魏全龙这边的话，他会跳那个暗黑那个动画这样子。是，比如说把人家三振，比如说把人家三振，他就有一个屠夫跳出来，然后打那个冒险者三下，然后冒险者死掉。哎、欸，这、欸、很有趣哎，很好笑，这个联动很猛哎。积分版的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、喔。新鲜的肉，需要下次可以看到屠夫跳三振舞。屠夫本来在切肉的。新鲜的肉，把冒险者头分开，可以，欸、希望像他们动画组可以做，这不错，我就觉得蛮可爱的、啊，而且他们都穿那个魏全龙都穿那个跟暗黑的联动球衣，哎呦，就是都黑色，然后是绿色的数字，然后后面有那个暗黑，就我觉得蛮酷的，我觉得多一点这种联动活动。我觉得哈，如果真的跟更有一点的东西合作的话，对这个进场率我觉得强，那是肯定的。我觉得绝对强，那肯定的。对啊，那个 Diablo 可能还老了点，这 IP 老了点。有一点，我说他们的 TA 年纪老了，年纪都是当爸爸。不过这些老 TA 也是比较有可能进球场的。对啦，有消费能力。我看有一些人是真的有买了，因为他有卖那个球衣，就买了，然后就进去看球，这样可能真的也蛮喜欢，然后也会定时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个油的市场应该是对啊，蒸蒸日上的，那个油价永远是不会掉的。我就看了几局，但是好像到了第五局吧，他们就说有那个中场的那个啦啦队表演，然后旁边人就狂吃东西哎，因为棒球场是可以带东西进去吃嘛，直接拿那个整盒酥阿姨进来吃哎，
哇，这么爽啊！是不是苏阿姨？可以上次在旁边，在旁边。苏阿姨，然后什么鸡，那个什么 Suki 啊，然后什么日式炒面什么，好爽哦！然后在我，因为我是坐那个邀请那边嘛，嗯，啊，都没有人来，只有沙根有来，嗯，然后沙根跟就他们一家人有来嘛，来，然后他妹妹开始闹脾气，他们就走了，然后就全部都剩我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附近都空的，但是全部人都是，哎，看这边蛮空的，可能就。会跑来移到这边坐、嗯，全部都是带吃的，跑过来乡里拿两盒那个披萨，这样，那这我，哇塞，算，反正他们还要跳舞，我先走了。然后我观众就说什么？你食欲大于色欲？哎，其实是，那是肯定的、啊，那是肯定的、啊，必须有一个比较大、啊，火大、啊。我想说，对啊，那我要去吃苏阿姨，我看哇。超多人呐、啊，只要有比赛，苏阿姨那边都爆掉了。大巨蛋那边。现在已经完工了，已经有赛事了，有活动了，周围的那个嗯，是的确的确，哎，不然对不对？那个旁边那个点八号，看那边也没多少吃，为什么还在？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，大巨蛋快盖好了，妈的我赔钱都要硬撑，猛哎，撑到他完工。他很早以前就去那边插旗了。对啊，那个是那条街里面，我没有在凑点八号，我是说那条街点八号是吃什么的？港式、啊、港式的点心的啊。人家拍一下，喂，我没错啦，我说那条街那条路上，你有在做，你就是我拍假的，光复南路那条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是好吃啊，好吃啊，挺棒，好吃。苏阿姨大于李多惠，当然啦、啊，附近都在吃。苏、欸、阿姨，如果大家都没在吃，我还可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苏阿姨。但没有大巨蛋前，苏阿姨就已经是顶的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没人过。苏阿姨很道地，那种炸鸡多棒，那么端一盘出来给你，很像那就是国外那种 cafeteria 会吃到的，对对对，好爽。你就想象你去美国，然后有一间，然后找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一个自助台式自助餐？然后你进去吃，哎、欸。又有电话线了，又有荧光咖喱这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吃？你会觉得好吃？苏阿姨大概就是这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对不对？荧光咖喱要你可能吃过很多美式，但吃苏阿姨想说，感觉很普也不 fancy 的，就是要吃一个那个吃个味，吃个咖喱的味，荧光咖喱要来，吃个阿姨的味儿，对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希望如果台湾有机会办那个台湾版的黑白大厨阶级赛的话，苏阿姨是绝对，苏阿姨绝对是要，苏阿姨对，苏小弟也可以，也可以参加，苏家的，苏小弟也愿意，但苏阿姨肯定是要去的，跟那个大人都出场一样，对，新挑战的，然后就从那个平台上升下来，然后就台下就很多人，那谁。看苏阿姨，苏阿姨本人呢？苏阿姨看过，一看后面披的那个桌巾呢，砰过来，砰！对啊，对啊，烟火砰砰砰砰！要是台湾也有那个黑白那个叫什么黑白大厨，黑白大厨、啊嗯，哇，这种节目的话一定超好看。我觉得台湾的很多东西真的超好吃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成本真的太高，这节目拍太好了，所以就是要以那个方向去做，但不要想要做到那样子，因为那个成本我们不可能，那个韩国的那个影视产业我们是跟不上。对啦，最有可能做的就是新媒体圈，所以我们看那个 Eric 有没有想要中一下。Eric 有没有中？ Eric 没办法再中，他可能没办法中，他可能没办法中，收敛一点，收敛一点，收敛一点。有机会啊，苏阿姨去一下，不然看那种。比如说那种比较有钱的 YouTuber， 比如说九妹那种那个林能挑战完了，我刚才想拜林能挑战完了，差不多该挑战厨艺了，差不多了吧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九妹自己应该也想要当个评审吧，对不对？那评价奢华吃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该了吧，可以哦、啊。真是的，九妹可以啦。然后再来，一定参赛。再来这个铁牛，有一个这个杰哥拉多重宇宙，创作联展不得了，帮、我们介绍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要谢谢所有的喜欢杰哥的人啊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做了一个杰哥公仔，然后我就只是跟设计师我们在开玩笑讲说，哎、欸，如果有机会我们做一个 one off， 每个人都做出来，哎、欸，这样杰哥有个自己的宇宙很好玩。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这不错哎、欸，不然我们跟玩具公司提看好了，我们就试试看，然后就弄了。就成了、欸、其实这个成也要谢谢所有的设计师们、哎、然后还因为这次还邀请了很多网红、有朋友，然后还有、国内外有马来西亚、跟那香港、日本，然后那个台湾很厉害的设计师一起来做、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去画的、
你画的、啊？对，这180公分，这是大的。哇！我们做一只很大的，这种是住正殿的，做一个那个涂鸦啦，因为我们主视觉是比较偏向街头艺术、嗯，对，然后、就是、大家不要在那边好不好？田田好歹也是那美术美工系的，对不对？可我只画了那个 Cookie Monster 的边跟嘴巴里面那个，喂，还是厉害啊，还是厉害、啊。对，然后这个设计师很厉害，他叫新汉，他是主视觉的那个设计、嗯，就是他，他是美国街13太保，他长得他说他长得像黄渤。欸、黄渤，你是说你不得说，演孙悟空那黄渤吗？对对对，他自己讲的，不得不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对，他真的很像，而且他还因为黑悟空红了，他还是演了一段自己那个致敬他的，然后就用黄渤。感觉设计师还是网红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、啊、对，手起刀落。然后这个展是在我2024的10月12号到21号免费进场，所以你可以看到。所有对杰哥有想法，就是对这公仔有想法的设计师进去、嗯、做他们的作品，还有平面的哦，这个是哎呦巨魔的、啊，这个我问一下，巨魔的也有，哎，没错，六碳设计的，哎，那是走一个简单的路线，对，很棒，很多人啊，有那个像阿伟也有来设计哦，那个阿伟屁股后面的是。白白的卫生纸 okay, okay. 就小小的卫生纸，不是干掉的精液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卫生纸，卫生纸。大家都有兴趣可以来看，没错，在松山啊，松烟，看完还可以去吃个苏阿姨啊，哎、欸，就在旁边，就在旁边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就在旁边，松烟是苏阿姨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对啊，松烟就在大家旁边嘛，说点事说点事，还在苏阿姨，想看苏阿姨上黑。九妹拜托了，我一只公仔也去放在苏阿姨那里，拜托了拜托了。而且苏阿姨还有一个很棒的，就是哦，里面那个店员态度有的时候跟港式料理一样，哎、真的哦对，凶巴巴的。态度到底是他态度差让东西变好吃，还是本来就这么棒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有加成，对，一定有加成。就跟你在一个面店看到一个光头，你就觉得他东西一定好吃。对对，我就是这样，所以叫 Fig 把头剃光了。包手的铁板烧一定好吃啊！对对对对，我想中原就有一家，那个中立中原就有一家，我们学生时又叫西哈牛肉面，因为他们整间店员全部都是光头，顶多寸头，然后都包手，然后门外跟门里面都有两个大荧幕，永远在播角头。没有，永远在播五角啊的这种西哈，然后他们都不讲话。有那个中立以中原来分的话，中原以北的人叫他西哈牛肉面，中原以南的人叫他根生牛肉面。我问一下，他倒的胡椒粉太白了，但是我跟那家有点英文数字，真是好吃，吓死人，好吃，真吓死人，好吃，还在吧？还是都进去了，还在，还是都进去进修，然后再煮新的牛肉面，应该是我想要揍他们了，我厨艺又进去了，应该在，卤牛的味道还没入，我先进去了。OK， 好，再来这个今天的新闻哦 ，PS 5 Pro 30周年，你有抽吗？我抽了，你有抽，也抽了，但还没公布吧？没公布，还没，好像说这两天，好紧张哦，好像说这。两天，对，我其实刚有说那几种0.02%，有这么小吗？0.002%，有这么多人去登记啊、哦？他写0.21呢 percent， 对，我想跟我想的差不多，因为我想说他12,300份嘛，嗯，我想说全世界起码保守估计也有5000万人登记。黄牛是不是也？我觉得一定，至少保守估计有5000万人。没有，可是他每个国家配额一样吗？就是12,000，全球、啊、全球抽、啊，对啊，全球。少说绝对有5000万人吧，但是重点是我们没有跟其他人的名单一起抽吧？没有，可是他就是那么多台、啊，但是他的 bracket 是全世界一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是台湾有30台，然后台湾的人来抢那30台，然后日本有比如说1000台，然后日本总共就12,000，他是全世界抢那1万。对，哇塞，这个比中一分，所以有可能台湾一台都没有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好吧，对，零点零零二一是0.0021，对，它是0.21%，所以你要把百分比算进去，哇，所以是，这个是全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
一个人全世界的那个欧洲人在对抗了，对决了，所以是200万分之1啊，所以就210万分之1啊。只有一个手指头能中奖的几率而已，这么小，210万分之1嘛，0.002，不对哦，好，不对哦，没有那么多吧，没有那么少啦。那这样子，我希望0.002，1万分之21啦，1万分之21，对啊，1万分之21，1万分之21，为什么不？1万分之21还可以，1万分之21我觉得还可以，1万分之21也很难的，可以啊，还是我一般 Pro 就好了。一般 Pro 感觉比较好买，我没抽到，我就一般 Pro 啊，对啊，但是我一般 Pro 我要抽到。我回家就祈祷，真的很想抽到手把就好了。中手把的话，你去某某预购就有。某某有卖吗？那种他们的屏，哦，应该会啦。各个平台应该都有量。对，我觉得主机是限量啦，周边不会限量啦。我觉得，嗯，好，大家大家加油！这两天台湾应该就会公布。对，现在跟你们讲也来不及抽了，因为已经截止了。赶快现在再看一下那个信件有没有收到。哎，那个他是。Pro 的那个才几率这么低吧 ？PS 5应该也很低哦。哦，现在每个都有中奖几率。哇，有。手把也有中奖。哇，这应该是每个都有。真好坏，默默拿不到独家了，真坏。默默拿不到，真的很坏，好坏哦，真的很坏。我要。我要去这个看看那个有没有中国先做那个的壳子，那肯定是有啦，更肯定是有了，一定没有啦，我也不会买，不用说 PS1 了，搞个 DC 也做了，不酷了，不酷了，不酷了，这样就不帅了，对，哎，不帅了，不帅了。但是他们也有很多预防转卖的对策，你就算抽中预购资格，你还要符合以下条件，就是在今年9月19日前使用 PlayStation Network 登入的状态下，于 PS4 与或 PS5 登入超过30小时的记录，最低程度的表示购买者是 PS 玩家。嗯，哦，这是日本的官方规定的。可是因为台湾你要买的时候，他也要你登 PSN。哦，对，我登了两个，哦，對，就是一个是索尼的，然后一个再是 PSN 的，两个都有登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不错啊，那张就这样，蛮强的，啊。也该啦，至少很低限度的防黄牛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这个黄，这次黄牛，这黄牛要卖，就是连他自己的 PSN 账号一起卖掉。对啊，哎，那不错，也算是一种这个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大的，很怎么讲啊，就是算蛮公平的了。嗯，对啊，那真的有人要卖，我觉得一定有人要卖，因为他可能就是啊，想说抽抽看，就抽出去，哎，麦克可以卖。6-7万块，那我以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他可能真的也需要钱，他真的要卖，我觉得也是。这台出来应该，我来抛售是6万或5万，我觉得是更，我觉得超过，我觉得更贵。哦，我觉得起码10万，10万，反正买到手了，他要怎么卖那是他的事。对啦，但是你抽到没办法转卖，没办法转卖这个资格，资格，对。但他买下来，他买到手，他要怎么卖那是他的事情。对对啊，那没差的。好理。好，再来这个酷酷馒头在 Twitch 要走入历史了。哎呀哎呀，他是在这个 Binding Isaac 这个主角嘛，这个馒头，他的这个哭脸表情 Bible Thumb， 那2011年就存在 Twitch 了。那大家用了13年的表情 ，Twitch 官方说要9月30过期下架，变成一个新的，就然后就能打那个紫色的那个版本啊。对，变这个啊。那这个。它是继2021年 PogChamp 之后第二个下架的经典表情。嗯，那下架原因呢是 Binding Isaac 作者说 Twitch 自己的新政策，所以不继续合作。哦，那自己无法去决定，无法左右他们的决定。嗯，对，没关系。但是那个表情符号插件的公司马上就跟他们谈了，马上用，马上啊，马上用。你看你们这乱搞嘛，你看那就是大家马上去，对，就喜欢有一个黏着性啊 ，GTV 就马上去，马上就跟他们谈了，所以有插件的话就可以继续哭，就可以继续。那大家很多人可能会为了这个表情就可以想去他使用他们的服务了，有啊，我觉得会，有你要毁掉一个文化，这多久了？这13年嘞，对啊，就这样，好的东西。好，再来这个，我要成为万华外送王，最近很红哎，欸。这个是七 Games 所推出的台湾驾驶 Dash 赛车竞速 Cross 外送员模拟爆红，因为它在这个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万华龙山寺附近的街景，然后台湾的小吃文化、外送文化带入其中。嗯，
所以他就是可以当个外送员，嗯，可以模拟器，对，模拟器。哎、欸，不得不说，选的地点还真好，哎、欸，很代表台湾的地方。对对对 对, 對，万华龙山寺。应该说街景是一看就知道是那边。没错 ，Manga 也是从那边开始。我觉得很不错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们有接，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游戏，好不好？重插，重插。你们的那个桌布一定要放这么多小龟吗？哎、欸，它快没电嘞、欸。很奇葩、欸，是奇葩，对啊，很奇葩、哦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画面，看一下小龟崩溃的脸。不要晒工作人员的脸好不好？来把游戏打开啊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在吃东西的脸。不要再好烦啊、喔！先预先吗？然后崩溃了，我都没电了，崩溃。先预先呢、欸？那、啊、怎么办？要插电吗？不过场了，不过场了，不过场。傻眼。玩到没电，好吧，玩到没电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尽量了，尽量。那边还有办法这样子充啊？这是行动电源。他隔壁有一个，这个洞，这个。看一下有没有在充、欸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了，不要掉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啊，有充。有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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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家里啦。哦。这个外送员的，哎、欸，妹妹，不是那里有妹妹？是个这个外送员，家里也太美了。家也对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现在的格局哦。这是什么？日本动画男主角才有的家。这个这样看，目前如果在新北市的话，大概一万一千五。有没有遇到很吓的客人？有啊，刚刚在居然楼下叫外送，笑死！连这个对话都很台湾啊，还可以买家具哦。哦，你要送到有钱，然后来装潢。哦，你现在只有七千多块，什么都没得买了。来来来，上班上班上班，去上班去上班。这是房贷。开房贷少女、欸、不是，这不是出门吧？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离开家、啊？你要走门口吧？是出门、哦、出门出门，好帅哎、欸，很赞，开送开送。啊、哦，我们要接单啊，接单，上线上线。噔噔，来来来，有了。今天的订单多一点，希望今天的订单多一点。哎、欸，不好开哦、喔欸，很赞，你是接你是不好开，赞，不好开。不要红灯要停吧，红灯要停吧。GTA 的概念吗？红灯要停吧。西园路哎，西园路一段。哎呦，那我再往前走一点，就快到西门町了。等下，为什么他红灯完要黄灯才绿灯呢？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真的很，哎，他招牌很猛哎，招牌很赞哎，和平西路了，好快哎，很赞哎。哦，差点撞车，差点撞车！警察们，来来来来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人行道 ，Good， 来，人行道算什么？行道驾照 out， 撞车了，请小心。哦、我觉得他这个做的真的不错，很可爱。还有规避一些那个，哎呦喂，我们耳熟能详的招牌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你要左转啊！你不看到吗？哦、对你下面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小心、啊！要喷钱，要喷钱了！哎，会哎、欸、哦，没有，撞到没喷。他刚才说要喷钱。月亮来槟榔。哦，那个房屋变大，什么房屋啊？哎、欸，巷子危险，危险！加油 ！OK， 稳住了。哎、欸，他车子建模真的很台湾哎，他选的车型都超台湾。速克达。超台湾的，超赞。计程车可以慢慢来，要到了，慢慢来。我们接的是巷子里面的单呢。对啊，一定好吃。不是，这是哦，这是店家啊。对，这店家吧。啊，这店家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前面巷子左转，这个左转。哦哦。好硬啊！这机车怎么那么硬？倒车还是用脚，好笑。有了。啊，在这里卖，是谁在卖啊？大顶波。小顶，大顶包小顶。这是要外送的餐，这是要外送的餐，这是要外送的餐。谢谢老板，上车上车。希望今天的订单多一点。希望今天的订单多。八股节，八股节。哦，要从这一条出去。碎摇。哎呦，来台北直直撞。ACB 7986，有什么含义吗？可能作者生日吧。哦，79年8月6号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那可能是这样，那是八九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是八九，是七九六
我那铁门都很有 feel 哎、欸。啊，哎、欸，不好开，不好开，真的不好开。不好不好，哎、欸，这不用带转是不是？拿我就补贴球，这个对哇、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要不要带转，他没有带转，他没有带转格，直接让你进。哎呦，全站哎、欸，哎呦，龙山用心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城市大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怎样？那逆向这个方向哈，这个方向十一点钟方向巷子里面、嗯、有一家很好吃的高丽菜饭，高丽菜饭、哦，高丽菜饭跟那个原汁排骨汤，二家。它高丽菜饭吃起来是有偏辣的那种的高丽，它有辣腌制过的，好辣的对，好像是好吃，吃过一次，好吃好吃好吃。大庆房屋，我刚刚在看大成出版社。哎，要走这里？哎，哎，哎，彩仙会 这单元哦，这单这单。红灯，哎、欸、你哎、欸、你上面有上、那、住、個、了算了，它其实有那个时间限制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還前几天才在这边开会，哎、欸、这单元哦，这单元哦，而且你有时间呢，你小心哦，两、啊、分钟，你的大肠包小肠，它现在慢慢的在冷却当中，越来越小颗，哎、欸、它结算会不会说你什么？你的服务真好，嗯、没有，它结单会不会说你什么逆向什么干嘛要扣分之类的？真的、欸、对哈、哦，会吗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细哦、喔！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到了吧？对，巷子点餐，他已经站在外面等。不好开哎、欸！他是站在外面等你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的大亭包小亭，来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好，这是辛苦你了，超快就送到了。这是他爷爷或者爸爸，哎，谁谁谁，哇！这很多钱呢，这单钱好多，四千三千块，好爽哦！来，铁牛送一单钱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上车，可以上车，我帮你接好单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是。不好操控啊！不好操控啊！睡啊！这个吧，你说可惜不是台北人玩的时候对地图没有那么有感觉。嗯，确实这个，因为毕竟它也不是说什么很华丽，只是它就是很蛮还原万蛮还原的啦。哎，真的是不是好操控的？小心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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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快就送到，超快就送到。伊比利猪都没这么贵。嗯，我是叛逆小子啊，那可能是。台北的街景，那是肯定的物价啊。嗯，哎、欸，不好操控，哎、欸，不好操控，不好操控，哎，不好操控，就这个，就有有巷子，巷子，哎哎，巷子，然后真的不会，是不是他啦？不然这样子，不是你撞的。哎、欸、呦，轻轻的也不行啊！我不能。我觉得他如果，哎、欸，我不能，我完了。我觉得他这个模拟器，如果路上有一大堆那种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应该有一个 reset 之类的吧？没有，跟台北的街景一样，没有 reset, 没有 reset, 只有要么就提着车屁股，对，只有移出，只有警察的红单，没有 reset。哎，这哪一家？这哪一家？还撞，真的真的不好开啊，不好开，不好开，要谨慎，要谨慎。哇，拉，哎，漂亮，可以下车了，可以下车了，可以下车了，下车拿单了，这很劲呢、欸，这是臭臭锅，你在这里开臭臭锅。这是有外送的餐点，这个有美肌吗？就 AI 声音跟 AI 脸啊，不可不可以用跑的、啊？希望哎，用跑的，好能用跑啊！哦哦，可以跑，在后面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你还要、欸、那你还要跑回来接下一单，太累了吧？一个哟，想说会不会有那种情景是？外送员车子抛锚了，用跑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会骑 U bike 这样。你的轮胎会不会动？有要有要买东西吗？有要买东西？有要买东西吗？没有，那我走喽。有要买东西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别吓他，想不想先吓他？这送完这单是不是差不多？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差不多。我一定好好送。这我想知道是谁。今天新闻其实挺多的、哦，真的、啊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还是要。没事，等你送完这单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抽抽。哎呀，怎么样、啊？杀了啦！杀了啦！什么、啊？大肠包太杀了！不好意思，大肠包就算了，臭臭锅傻了吧？你的臭臭锅没有汤了，要汤自己泡。哦，试驾开车，还有开车吗？还有开车的，好，好、啊、好、啊，那我们继续开车好了。好，要喷钱，他是要喷钱的，哇，要喷钱，回出选单，开车看看，开车好像还有一个别的模式啊。哇，赛车模式，不是它旁边还，我靠屁啦，哇 ，G R 要选啊，哦，换车，选颜色，我们开个赛车模式看看。好、啊，来，
而且听我们工作人员说，车子更难开。我车子更难开。哎、欸，因为是我车、啊。我要送单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赛车而已。车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哦，真的更难开，好滑，好滑，好滑！哇塞，哇塞，暴力的！哎、欸，完蛋，太逼真嘞，这个游戏，完的，他居然是滑方向盘，我真的会笑死啊！超难的，超难的。难道这游戏就是故意让人操作很难吧？我快笑死了、欸！是赛车模式这么要给你送东西嘞、欸？哦，居然用转方向盘，方向盘只能用转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很认真哎、欸。哎呦，他是故意等我、啊。他还等你，他还等你，他一定在等你。怎么样？是水沟盖跑法？是什么水沟盖？那个反击？有没有看过什么送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赢了吗？这样就赢了。赢了，赢了，厉害，厉害。好，赢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真帅。怎么样？闪电跑法？什么闪电跑法？有玩过四驱车吗？藤吉啊，闪电跑法，把你的这个 Yaris 当成极速斧头在开。还要追他吗？我有很认真的这个游戏，我能挡他吗？我挡不住他。哎、欸，他不生气啊、哦？放枪抽。啊，差不多，好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因为我们他这个是基本游玩免费，但你撞车怎么干嘛就要看广告，是广告。但是工作人员买了这个完整版，所以我觉得就支持一下啦。你自己游玩也比较顺畅，我觉得就买了。对啊，我觉得真的要多支持。这个其实就是很 indie 啊，这就是 indie game 啊。我觉得很棒哎，我觉得很赞，我觉得很赞。嗯，就是而且这个朋友的派对里面一定会笑烂。这个 G game 才推出很多模拟器的作品。嗯，大阪外送模拟器、日本计程车模拟、忍者刺客、武士之战潜行游戏，哎呦，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找一下，去支持一下。没错，好，这个今天呢，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，就 TGS 的消息，就东京、东京网站。好，第一个这个 Death Stranding 2 On the Beach， 它剧情接续前作，那主角山姆再次踏上旅途。寻找更多的人类完成联系，然后拯救人类免于灭绝。那目前在那个电玩展，东京电玩展只有透露部分实际画面，其他消息就围绕在什么演员啊、合作歌曲啊、周边等等。哦，就公布演员嘛？对，比如说山姆大志将会演唱游戏内的歌曲《Horizon Dreamer》，啊，本人会在游戏中演出。然后这个时尚品牌 Acronym 会配合这次游戏所设计的外套。售价是这个246,800日元，目前已经卖光了，卖光光，太猛了！哎，不过24万是外套，是挺帅，20万，所以日元那台比多少？6万多块，5万块，对，所以大概好，其实就是新那种精品外套也是这种价，因为它看起来机能服啊，机能也是本身应该已经两三万，如果它真的有机能的功能的话，那确实就没有，不然你买一个这个 GoTag 那个就2万块了。对啊，穿的那个如果我是送 Uber， 我就觉得我帅到爆炸。你对，你帅到裂开。对，你穿那个送 Uber， 在台湾可能会热死。冬天才能穿，没错，不贵。哎，反正小岛秀夫已经把他自己名牌化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啊，什么都有点名音，又有点名人效应。对，连我记得，连他的那个工作室都有一只他自己的公仔。对啊，對，就他就总是他本身已经品牌化了，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东西就是商品定位，我觉得是很合理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很强。在这个 Venus Vacation Prism， Dead or Alive Extreme， 就生死格斗呢，迎来系列第一款沉浸式恋爱冒险。终于啊，早该了吧？早该了吧？这不是20年前就该喽。目前公布第一位角色海啸，身为岛主的玩家能在维纳斯群岛邂逅6位女孩。哦耶！故事呢，则会依据选择的不同而改变，约会过程也可以拍下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当做记录。那他们暂定2025年发售。我感觉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要有格斗背景。对，就是对不对？正想讲，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呢，还是要有这个。你不一定要真的玩格 game，但是应该要有一些什么训练啊、对战相关的要素。两个女生，或者说真空支柱打吧，打的。遇到个性比较强硬的女生，打赢她，对，好感度才增加。
可以送礼物，他送玫瑰花，他送巧克力，他送他手指虎，送他手指虎，两个人就是今天一定要决定谁才够资格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五十加起来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好玩，这个这样就蛮有趣，故事剧情蛮有趣，对，拜托加一点点回去就好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很多人这个还在冷冻等待的这个 Monster Hunter Wild， 那他们现场设置了超过150台试玩，然后那玩家跟媒体的回报就是说营地啊、过场动画、啊、无缝接续地图，然后天气变化剧烈 ，CG 场景优秀，集中模式加快战斗速度，然后操作手顺有所跟动，还有公布了时隔7年登场的怪鸟，还有相隔8年的桃毛兽，你的桃毛兽来了，哎，我的最爱，对，这次就是断尾可以破尾可以捡香菇。哇，他这次，而且他这次的那个桃毛兽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，他应该超级精致的。我刚看到上面的毛，越老的就会越感受到时代的不同。没错，他的毛，我觉得现在他们这个在那边的那个试玩的版本，我觉得一定都还有调整的空间。嗯，他们现在目前的回应，因为我有看到有人是给不好的评价，比如说什么还是帧数不足啊，什么 他们现场用 Pro 帧数也不足啊，那一般 PS5 不用想啊，什么干嘛？我觉得上市前都还是有改动的机会的啦。有的时候就是那两条扣的，把整个游戏搞得很卡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都还有机会啊，也有机会更卡哦。但是就是都还会改变的，对对对。在这个日本游戏大赏2024，它有蛮多奖项的。那他们在这个东京电玩展举办这个颁奖典礼。然后首奖最佳销售奖都是这个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》之类获得，那特别奖是《快打旋风》经济产业大神奖、PlayStation 以及十款未来部门最受期待奖，就很多。这个《勇者斗恶龙三 HD 2D 重制版》，然后《真三国无双起源》、《暗月幻想》、《复活邪神二》、《明日方舟》、《终末地》，然后《女神异闻录》、《幻想水浒传一二》，然后呢，《魔猎人荒野》、《人中之龙八》，还有《雷顿教授》的蒸汽。其中还是这些算是就是可预期，怎么讲，我觉得就是这些是老的 IP， 有一些是老的 IP， 有一些是继承了老 IP 的精神做的，但大部分都是对，我觉得都是看过的，还蛮合理的。好，再来是个 LOL 相关的 PCS 最后希望 PSG 挺进16强，太平洋赛区 LCP 正式成立了。那上周三呢，我们节目结束了一个小时哦，就是 PCS 最强王者 PSG 与北美100T 争夺最后一张16强门票的比赛。那上周呢，这个 PSG 表现不是很理想，然后就大家就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信心啊，也很害怕这样。但在这关键一战呢，他们整体回稳，选手操作、战术执行都非常优秀，2-0轻取100T 取得门票，然后也让 PCS 的观众大吐一口气，就至少还。没有，连外卡的队伍都没打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下部去把那场看回来一下。所以现在呢，首战呢，他们会对上 LCK 的新王者 HLE， 那想必就是会比较辛苦，因为 LCK 毕竟就是我自己觉得最强大的赛区嘛。那另外之前有讲过，就是那个太平洋赛区的赛制要重整，然后他官方呢在本周一就宣布了，会合并 PCS， 然后 VCS， 然后 LJL。就是会变成第五大赛区叫 LCP，简单来说就是日本，然后台港澳这边跟澳洲，就这个这边的这个线，基本上这些线连线打英雄联盟还不会太卡了，我觉得还可以，顶多不算，顶多局限的不算，不算太卡，不算太卡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就还可以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明年赛事中 ，LCP 将会是取得世界级赛事的唯一资格获取途径，就是说只有这个了，要打这个联赛，然后才可以拿到资格了，就不会再有地区那三个小联赛了，所以就是竞争力会强一点的。也期待，不管未来在 LCP 哪一个国家，比如说是澳洲的或日本的还是台湾的。出去，然后代表 LCP， 大家都会为他们加油了。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是在，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赛区里面，大家都在这个太平洋。对，用太平洋来分。没错。好，再来，《咒术回战》正式完结了。这间现在老师著作的《咒术回战》正式在前天正式完结，结束6年半的连载，其实也蛮久的。虽然对于结局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但连载期间漫画的实体与电子书累积销量依然达到1亿本的惊人成绩，还是红了，还是红。这个我觉得结局现在好像大家都蛮争议的，
嗯，就大家是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我看到有人在讲说什么对鬼灭太严格了，对，也有人说什么他下地狱，然后那个阎罗王叫他回去，因为他有把《咒术回战》看完。对，啊，好过分哦、喔！有这么好气哦、喔，好气哦、喔，大家好气，有这么气吗？气到不行，对，叫他回去天堂这样子，夸张。好，再来这个信义商圈呢，有一个 Nintendo 专卖店 Papa Store 快闪店啦、嗯，准备中。那上周呢，任天堂呢有在台湾有两个跟任天堂有关系的消息啦。第一个是任天堂专卖店呢会在春天落脚于星光三月 A 十一哦，很棒。那它的 Nintendo Pop Up Store 呢 in 台北落脚于星光三月 A 九，同一区啦。对，有。但是这个店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专卖店，比如说那种趴在涩谷趴口那种任天堂店，嗯、应该不是像这样。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商品会在里面、啊、哦，对，就是不是最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会要排45分钟那种店，哦，不是那种，不是那种。对，但是这些周边还是都有的啦，基本的周边它还是有，对，很多周边都还是有，所以就应该卖的内容物应该已经蛮接近的。对，总之有一个是快闪，然后有一个是专卖店。那专卖店部分呢，是跟法雅克合作贩售任天堂相关商品，但是不会贩售限定店的商品，也就是说东京、大阪、涩谷那些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的商品就不会有。哦、就不会。对，那快闪店呢，就是会有这个，比如说马里奥、萨尔达、斯普拉顿啊、动森等等的 IP 的周边，那就会有玩具、服饰、日用品等等。哦，那中南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11月19号在台南、台中也会有这个授权商品的快闪店，没错，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跑那么远，它有快闪的话，等一下就可以了，哎，就都会有，再等一下，都会有，都会有，再等一个月，11月就有了。好，再来这个震动坐垫的时代来临啊，来，雷蛇本周是这个 RazorCon 2024，就他们自己的这个 conference， 那备受瞩目的商品是 Razer。Freya 还是 Freya？ 对，福利亚哦，是一个大型的，是一个可以放在电竞椅子上面的坐垫，它搭载了 Razer Sensor HD 触觉技术，还有六个触觉马达，它会在你的背后，然后臀部两个，背后四个，然后有自定义项目。那在玩家在游玩的时候，可以全方位的体验到什么风暴、地震、赛道啊，就有一点居家4D 叉的感觉吧。哎、欸，这个跟我之前去看那个《七龙珠》的电影做4D 一样，说不定我们在玩那个最新《七龙珠》被打，然后那个椅子，我们也是跟着一直被打。对，等级没练过，都被对面一个重击，我自己肋骨被打。我魔猎人一咬，他咬到我屁股，然后这边就一直震我屁股。魔猎一咬，那个背部伸两把刀出来，插你腰。后面伸一个那个夹头发鲨鱼夹，这样子一直夹你的肉，哎、欸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要闹了，逃毛兽。对，那他们坐垫呢，有这个 Razer Hyper Speed 2.4G HD 的蓝牙连线，然后可以承重136公斤，而且与大多数的电竞椅、办公椅都能适用。那目前暂定是今年底上市。那售价呢是9999台币，一万。其实以雷蛇的周边来说，9999没到很贵，毕竟他们的 Hitbox 也接近这个价钱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总觉得听起来激热激热。但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连玩游戏，我连震动都不开。哦，你手把呢？我玩、哦、手把也不开。我玩游戏手把震动也不开。我小开震动，可是我不知道椅子是什么感觉。我觉得激热激热的，我觉得除非它真的，我觉得所有这种东西，要说激热都算激热，也是。但是你要追求的体验，你也没有其他的可以选。对啊，對，但是除非它真的做得很深的酷，我觉得真的很拟真。玩的时候很认真，其实你会忘掉它的存在。所以 你就算坐着，可能也没有到。真的、啊，因为像我的，你讲说你手把关震动，我是不会关震动了，但我也不记得我有震动。对，我每次也是想起来我手把震动，就是在看过场动画的时候，手把放在桌上，然后突然砰，也只有这种时候。对啊，是。所以它这个，比如说风暴、地震、赛道什么的，我觉得某些这种单机体验那个会比较可能有机会哦，对，它有特别针对这个坐垫去做设计嘛，因为老讲你去电影院看 4D 差，跟也不是每一部都好看，对啊，也不是每一部都很带感，那个我觉得那个还是要看
那个设计要怎么设计，它那个坐垫要怎么跑，那一款游戏能不能让你这么沉浸式的去。对 啊， 對 啊， 對啊，如果它这个坐垫旁边还是有两个小喇叭搞完，就是我玩游戏很少好好坐着，是哎，你是我要嘛就很认真，对不对？對，正坐正了，哎，没错，对。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玩游戏的机会也不多，对。真的要这样的话，可能就会歪掉，歪歪，对，会歪来歪去，或是沙发什么的，我倒是还好。哎，对你这样讲，对。不过这种产品本来就是给那种 hardcore gamer 的啦，对啦，就是那种会旁边还有小冰箱冰 monster 的那种。OK，啊，好啦，我就期待有人可以刷他的韧体，把它刷成就是可以变成按摩的那样。哦，完全一直过不了哦，然后他就真的到说，哎呦，你已经卡这个网卡了45分钟了，帮你按摩一下肩颈。他突然这个再过半年就看到这个雷蛇跟卡拉达进行了联名的活动，要不要选择指压？台湾的联名的植物春秋，指定坐垫。我今天看到岔题讲一个，今天看到一个短影片很好笑，是。那个有人就是会把那个自己家的那个荧幕，还有那个弄得很 RGB， 弄得很电竞，然后后面会装那种有联动的那种灯，就是你的荧幕在显示什么，有声音跟你的荧幕是什么颜色相关的，它就会亮那个灯。然后他们在玩那个 Among Us， 然后他们在决定谁是背叛者的时候，不是都会然后你是 Imposter 嘛，然后大家都在连线，都在那个，只有他的脸变超红，直接抓出来他就是。大家都在连线，都有视讯，只有他眼睛脸突然变超红，还没开始骗人就已经被抓到，快笑死！大家装都不知道，装着游戏才能继续进行，超美男露线露线。OK， 好，在这个游戏王 OCG 25周年啦，它是这个游戏王衍生出来的这个 OCG， 也是这个就是卡片游戏、卡牌游戏。那这次这个1999年推出到现在快要25岁了，那那个台湾品牌这个 Xrage 重间呢，他们要宣布要带来超多联名的周边，真的很赞呢，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不是这个吗？对，就你不会是我这个吧？哦，这好赞哦，我觉得可以这样。不会是我这个吧？那我攻击2500，手办2100，那我是谁呢？那我是谁呢？黑魔导，对不对？黑魔导，黑魔导，哎，很帅，哎，很帅。他还有很多，哎，他不止这个，你看，哎呦，就很多热门的格鲁斯之眼，热门的卡牌，他会把它做成 T 恤，现在买了黑魔导啊、闪刀机等等，哇，还有这些坠饰啊，然后卡片展示木箱等等。哎，我觉得袖口蛮好看的，袖口，一张牌，那是袖口吧？我以为是，或者是衣摆吧？我以为是袜子，对，袖口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一个毒瘤卡呀、啊？翻开布，忘记是不是一个毒瘤卡，忘记了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哦，真美，帅，调戏王，调戏王，帅帅帅帅，喜欢可以去买，网络上现在都有，我觉得这种都不错啦，对啊，就算没有在打，没有在打牌，看到也该知道这个 IP， 该知道这个 IP 也觉得很酷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。OK， 那个目前他们这个是预定10月9号星期三晚间6点开始贩售，这个我觉得会抢起来，没错，会抢起来，会抢起来。好，再来这个没了啊、哦，这个就这样，我们那个中奖名单跟超级感谢 ，OK， 深度会员之后抽黑尾鱼，恭喜你。Let's Camping 环保袋，这个 Maruko 517 NIR Nagashime， 还有 Maruko 000，哎，干嘛？都是 Maruko， 他第一个是 Maruko， 分身，第三个是 Maruko， 哦嘞嘞嘞嘞，啊，乱传又送定了，谢谢谢谢，反正送了2亿份有了吧？每个礼拜都当看电影在送，乱传病毒。好 ，OK， 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的社群。也可以加 Discord， 虽然上面没有啊， Discord 很热络，里面很多人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在里面聊聊天。好，我们这趴到这边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要来玩一些游戏了，好玩游戏，好不好？先去广告休息5分钟。